哎，师弟啊，告诉我嘛，这上面到底写什么？拜托了，我是帮小叮当找姐姐，条件就是任意起薪，周休六日，吃好睡饱，产假病假一概批准。我告诉你，这么优渥的条件呐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到。这么好啊！哎，师弟啊，万一你做不到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安啦，我办事你放心。 咱们呢，只管在这儿等，他们自然会送上门来的。师弟啊，没有半个人来找我们了。 哎呀，师兄，耐性，耐性嘛！像你这样，怎么能成得了大器呢？话是没有错了，可是我们这样耗着也不是办法嘛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俗话说得好，凡事起头难，万事皆辛苦。更何况此事非同小可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？所以呀。哎呀，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哈哈哈哈！师弟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你看呐、啊，真是的，下次不要去了。哎，师弟啊，你是说他们两个？哎呀，后知后觉啊！哎，两位姑娘，请聊个步。 哎呀，两位姑娘气质优雅，身材曼妙，貌似天仙，笑容可掬，前途厚古，胸大，屁股翘。哈哈哈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呀一定会生儿子，而且保证一定是双胎哟。哈哈哈哈哎，等等，你扯太远了吧，师弟。哎，你不讲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 姑娘，就是你们两位了。不是说一个就好了吗？哎呀，一个不嫌多，两个恰恰好，就当是买一送一呀。两位说完了没啊？哎，说完了。好，那我就买一。哎呦，我送一。师弟，要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 赵姐不放亮一点，敢惹我们，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哎呦，挺恰的吧，报上名号来啊！哼！嗯，一根火柴，一桶电火油，这就是霹雳火的夺命双骄。哼，知道我们的名号还不快滚！师弟啊，听说这两个女的。 非常厉害，不但武功好，心狠手辣，而且杀人不眨眼。我看，我们烧惹他们好不好？师兄，千万别这样就被他们给唬住了。我呀，倒想跟他们讨教讨教。喂！ 不过呀，实在令在下想不到的是，两位堂堂弱女子，武功竟然如此的高深莫测，实在令在下相当佩服。请问两位师尊是谁？可否为在下引荐一下啊？哼，我们是啊，无师自通。哎呀，无师自通，那就令在下更加的佩服了。小弟自三岁开始习武，无论是少林、峨眉、武当、昆仑、华山。 一个门派几乎都学过，想不到功力竟然跟两位小姐不分上下，所以呢，我决定，哎哎，姑娘。
还没把话讲清楚呢，先别走啊！好了，人家已经走远了。哎，师弟，你刚刚那几招还挺帅的。那是当然的。哎，喂，你们怎么把我的子吃下来了呢？哎，是你们两位啊？ 我要姐姐，我要姐姐。好了，再吵我就拿你喂僵尸大肠。你小子真烦人。师傅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们俩死哪去了？我们去找小翠姑娘啊。哦，人呢？哎，你们进来啊！进来吧。哎，快快快！师傅，你来就好了。小叮当就麻烦你了。嗯。哎哎，我来帮你。小僵尸。 乖乖乖哦，小僵尸不要哭。你看，姐姐不是在这里吗？嗯，姐姐，你以后不要离开我嘛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以后姐姐只要一有空啊，就一定会来陪你。嗯，不哭了哦。嗯，哎，师傅，没事了吧？我们去吃东西，走。走。等一下啊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？你除了吃还会干什么？我，小叮当虽然找到了。 但是这个地方迟早会被发现，万一队长认为人是小叮当杀的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可是这个村子那么小，我们能躲到哪去啊？为师经常告诉你们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哦，哪里啊？嗯，老翠儿。不、嗯。嗯嗯 爹，哎，小翠儿啊，您回来了。哎，爹，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酒气啊？你不是说不喝了吗？哎呀，我刚回来的时候啊，碰到隔壁李大叔，非要叫我陪他喝两杯。哎呦，三更半夜的，干嘛帮爹准备什么吃的？不是啦，哎，这街头的马大娘她身体不舒服，我给她送点吃的过去。爹，您先睡，别等我了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哦。 马大娘，好好的。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？应该是保安队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嘛。哎呦，你不要唠叨了啦，师傅留在这儿有他的道理啦。好，那你说，躲在这里有什么道理啊？如果我知道我就是师傅了，哎，这个拿到外面去贴一贴，免得大肠僵尸进来。哎，为什么要我啊？我给你机会啊，赶快去了，去。 小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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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醒了，醒了，哎，我来看一下啊。哎，真的醒了，醒了，醒了。哎，我看啊。哎，你看醒了，醒了。小翠，小翠，你还好吧？啊，哎呀，哎呦，快回去。 拿去。
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小萍姐，好痛！小翠啊，三更半夜不睡觉，跑来这儿干嘛呀？嗯，我怕你们肚子饿，给你们送吃的来。哎，太好了，东西呢？啊？ 被阿善一打，全都掉到地上。哎呦，那不是白来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看你不是来送东西的，是来看阿善的吧？那个阿文过来。谢谢师傅。哎，师傅要去小便。我不想啊。哦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你陪我去。 翠啊，叫人家干嘛了？也没有干嘛了。其实哦，有很多话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可是哦，我抱个枕头干嘛？我抱个枕头干嘛？关你什么屁事啊！师傅，我也要小便。嗯？哎，队长，在这儿，里面，里面，就在这里面。 哎，你确定你的女儿枕头在他们手上？没错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他们非礼啊！非礼。嗯。Test test， 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被保卫了。我劝你们识相点，快点出来偷笑。没错，是在里面。还没错。 叫了半天都没动静，糟了，是保安队长啊！我干嘛骗你啊？里面人听着，你们被包围了，快放我女儿出来！这人声音我没听过，是谁呀？哎呀，好像是我爹的声音哎！你爹啊？哎，自己人吧。 哎，自己人吧！哎，里面听着，你们这些人大家是不放人，我就开枪了。开枪？这喜欢开玩笑的，我喜欢开玩笑的人了。哎，如果你们放人，我们就既往不咎。家有家规，我有国法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哦，不对不对，师傅，他爹怎么会跟保安队长一起来呢？难道是小崔他爹出卖我们呐？有可能哦。 不可能了，我爹不知道这回事啊！队长，快救我女儿，救我女儿啊！嗯，里面的人挺着，你们已经犯了绑票、勒索、诱拐、强奸等重罪，我数到十，你们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要拱脚了。怎么办呢？ 看来他们是玩真的呀！干脆我们出去跟他拼了算了！哎呀，拼什么呀？你这身肉啊，是挡不住子弹的。哎呦，师兄，你要死的话自己去死，干嘛要拖着我们？哎呀，别急别急，我来想办法啊！五，师傅，你快点想，他们就要开枪了！不要吵了，我出去跟他们解释了。哎，不行，那小翠危险呐！你懂什么呀？护犊不食子啊！小翠，你这是巾帼英雄，我代表摄徒三人向你致敬。 七八九十，哎，外面的人不要开枪，小翠要出去啊！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救人呢！救人！哎哎，你们，女儿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开枪！哎！ 爹，你叫他们住手！爹，叫他们住手！不行了，哎呦！这些人逼得太好，留着没有用啊！爹，叫他们住手！别硬！哎呀，这办法现在子弹一直打，我们死定了！哎呀，不啰嗦，叫大师兄带小弟当走，这里我顶着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师傅要被子弹还得还得武器。什么？讲道理，讲道理，那你慢慢讲。好，先走了。哎，小心点啊！
大师兄，师父叫我们带小弟先走。轻点。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这是队长啊！队长啊，这子弹值几个钱吗？出了人命，你负责，我负责。我，早该投降了。各位，讲个道理好吗？嘿嘿，俺最讲道理，回队上讲，带走。英明，英明。爹，爹。哦，还好跑得快。不过告诉你啊，那枪子不长眼，一不小心啊就前后两个洞。照你这么说，那师傅留在那里不就变成蜂窝了吗？哎呀，放心了，师傅耐命得很，没有一点本事，凭什么当我们师傅？在这里等他就好了。哦，哎，不对啊，哎，师弟啊，师傅他现在下落不明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想啊，师傅一定会被保安队抓走。那我们去保安队救师傅啊！你疯了！去保安队必死无疑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你看看你，块头那么大，真是哦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师弟啊，谁叫你不把话说清楚啊？现在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们可以先去保安队探探虚实，然后再想办法救师傅嘛。笨呢！哎，等等我，你们要去哪？有人报案说你们意图诽立小翠。这该怎么解释啊？谁说的？我说的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我们一不带怨，二不结仇，你干嘛害我呢？啊，爹，你不要乱说嘛！听到了没有？你女儿都说没有啊！队长，鸳鸯大哥，一伙的，他们是一伙的。你怎么这样嘛？爹，俺说你呀。少喝点嘛！少喝。哎呀，怎么醉成这样？天天这样，说也说不动，奇怪了。我来说说他好了。哎，我给你还没完，你应该去抓大僵尸的，怎么养起小僵尸来了？这怎么解释啊？这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吗？什么？他跟俺讲话，你插什么嘴呀？我告诉你，他说的就是小僵尸、大僵尸两个僵尸，大僵尸比小僵尸大，小僵尸比大僵尸小。队长，我来劝他，我来劝他。好好劝他。来啊，这喝醉酒了呢，就回去睡觉嘛，要不然在这丢人现眼的。这喝醉了呢，你就应该。谁说我喝醉了？你呀，你不相信，我再陪你喝三杯，是吧？三杯啊，走走走。好啊，走，别怕，对不对啊？站住！等一下，女儿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把他们押进大牢。来人呐，押进大牢！大牢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我陪你。大牢、小牢，哪儿都能喝嘛。走走走，我们喝，走了。走了，喝酒，喝酒。师弟啊，这门口有人守着，要怎么进去啊？师兄，脑袋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想的，可是能想什么？我师父骂你笨，还真是有道理耶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办法真是好啊！师弟啊，你比我还高明。那当然，我先过去，你小心见机行事啊。好。怎么搞的？怎么回事？有僵尸！啊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哎呀，什么事大呼小叫的？有僵尸！有僵尸！快快快！有僵尸！快来人呐！走走走，追僵尸！快快快！师弟，起来，他们已经走远了，快点起来！哦。师兄，怎么样？我装的像不像啊？别再现了啦！你赶快去找师傅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哦。在哪里？在哪？在那儿！快去！走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
师傅，委屈你了。没关系，小叮当呢？他不是来了吗？嘿，小叮当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哎，这里是是非之地，我们赶快离开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道长，救命啊！救命！队长，怎么了？有僵尸啊！僵尸？那你的手下呢？我的手下却被僵尸杀光了。现在你相信我了吧？相信。道长，你快去抓他去吧。没关系，僵尸的事情啊，交给我们。走吧。那就拜托你了啊。哎呀，大长，你酒还没喝完你就想，哎呦，大长想溜啊？什么？我不是道长，我是队长。哎呀，你不要以为你戴了帽子，留了胡子，我就不认识你了。道长，大长，不是我呀，我继续喝。你绝对不能变心。好了好了，我一定不会变心的了。真的吗？味道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每次我都哎，你们能够恩爱就尽量恩爱吧，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师父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情场浪子，你们的心境为师当然明白。不过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为师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。哦，师父，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师父，你快说啊！一个你们想不到的办法，那就是同归于尽。当然，必要的时候，师父会留下一个，那就是我自己，帮你们做做法事，超度一下。哎，人来！哎，关于上一次师父所提同归于尽之计，果然大家都不是很赞同。其实，我早知道会这样。多此一举。啊，师傅，小莲说多此一举的意思是说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。师兄啊，有点学问好不好？这个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意思就是多此一举，你懂不懂啊？别理他，师傅，请继续。等一下。师傅，我可不可以有个建议？不行，不行，师傅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哎，请说。听师傅说，从遇到僵尸大肠开始，一直到小叮当来到我们家，然后我们又被僵尸大肠追杀，难道你们没有想到吗？哦，对嘛，他为什么不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呢？闭嘴！你是说僵尸大肠为什么老追着我们吗？哎。师傅，还不行了。
师傅还不行？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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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文！阿文！挂了。
大侠，你好厉害哦！哎呦，都是师傅的功劳了。哎，道长，这次真是谢谢你了。我特别向镇上为道长整出了一份玻璃，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。不行不行，降妖伏魔、为民除害是我们分内的事，怎么可以跟你收钱呢？哎呀，石道长，您这么做就更令在下佩服了。哎，啊，既然你拿了，我们不收好像不给你面子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师傅，收拾好了，都收拾好了，准备上路吧。哦，哎，阿善呢？去看大夫啊。哼，受伤了啊，我就跟他讲吧，练拳不练功，到老是一场空啊。师傅，阿善是为了救你才被僵尸咬到的。哦，被僵尸咬到，坏了。什么坏了？据我所知啊，凡是被僵尸咬到，不出三个时辰就变成僵尸大肠。哎呀！杀！谁不知道你是假的？你黑他！哎呦，好吧，你僵尸大肠，大肠战争赔偿。不是人也不是鬼，没有是也没有非，不吃不喝不拉也不用睡，你猜猜我是谁？是快乐。